鸭蛋啊，你上次啊帮我买那个电脑啊，又坏了，你上这来呢帮我修一趟。哎呀，啥这一趟那一趟的，就这么定了，你上我这来一趟。这家伙上城里来一趟。刘哥，你咋来的呢？我飞来的，还咋来的？100多里地不得坐车吗？从你家这楼这咋60多层？这地震可咋往下跑啊？我的妈呀！我行了，你这神叨的，快坐来来来来，哎，表哥，那袋是啥呀？那跟你没关系，办点年货。不，这几月份呢就开始办年货了？哎呀妈呀，我进趟城容易吗？孝顺不得吗？给我爹买的，我爹来时候说来的，年货的钱呢，让你给报了，3000。这是我来时车费25，你一共给我报3050，完事儿。不，这还多呢。我回去你不给我报啊？你养活我呀？哎呀，我跟你过呀？哎呀，行了，别喊了。你就是不给我拿这些东西，我也得给你报。这屋咋整烂着？咋的？进贼来了？我的妈呀！不是，这个破烂东西啊，我收拾收拾，然后呢，没用的呢，我就把它扔了。哪个没用的？这破衣服都穿不了了。这是破的来的啊！我的妈，你扔的比我买的都新。你扔啊！你这样，你要往我兜里扔，还有多少你都拿出来。我给你收拾收拾，你自个儿留用吧。我不用了，我过几天呢换新的。买啥新的？有钱烧的。人我告诉你，三穷三富过到老。王大刚，你还记着没有？比你混的好不？比你混的好不好？比我好，好就行。那王大刚啊厉害，同年过年回家那派头，6条狼狗开道，一边开道一边喊我要上市了，我要上市了。你再看现在6条狼狗全卖了，在家吃狗粮的，一边吃狗粮一边喊我要上吊了，我要上吊了。也就是我劝呐，别人劝早劝死了。我跟你说，就表哥，就你这个嘴也太损了。我要破产了，你能得到什么好啊？哎呀，破破的，我就告诉你这事情。哎呀，我的妈，你干啥呢你呀？歇歇脚。歇什么脚啊？我这沙发多钱知道不？8万。嘚瑟啥吧？啥玩意儿8万？金的？啥才玩意儿8万呢？刚才王大刚的故事你忘了？没忘，不搁家吃狗粮呢吗？知道就行。彪哥啊，是挺远乎这玩意儿。我说句话，你别不愿意听。你说吧。这么多年啊，你没成家，你没娶上媳妇儿，就跟你的生活的习惯这个破毛病有一定的关系。有啥关系？这又来了。有啥关系？你有啥关系啊？啊？就你给我耽误的，要不我孩子都几岁了。我前一段不给你介绍一个吗？那岁数大呀，你不说大几岁没关系吗？你比我大几岁没关系，你比我爹还大3岁能行吗？你说结完婚以后，是他给我爹叫老弟呀，还是让我给他叫干妈？咋论？不是，这事儿能怨我不？这不得怨到婚姻介绍所吗？当时我是拿着你的相片到婚姻介绍所去了，人家是拿你相片匹配的。那给我再踢你一脚来，过来。你看，你又来。你瞧，你拿的照片也不着调。你拿我5年前照片干啥呀？那时我多显老啊！你拿现在的。对，现在你年轻，来，快坐，你坐，表哥来坐。哎呀，哎呀，对了，表哥呀、啊，我还真就帮你物色了一个，这个呢，跟你相当合适了。你先唠岁数咋样？岁数？那岁数跟你相仿。啥时能见面呗？打电话，咱抓紧联系呗。那就打呀，还等啥呢？行，那什么，是不饿了？那有点饿了。你这样，表哥今天就别走了。我呢，上超市，到市场买几个硬菜，回来咱哥俩好好喝点。嘚瑟，我就讨厌你炫富的劲儿。就咱俩人吃饭，整那些硬菜干啥呀？王大刚的故事你忘了？没忘。整一个菜就行。咱也吃狗粮啊。吃海鲜。行，50只小龙虾够吃不？太多了，那得扒啥时候的？你整1只就行，5斤的，吃完了我把壳带回去。带壳干啥呀？你妈呀，来城里一趟，
对象万一搞不成，我就说我老弟给我俩扒瞎呢。行，这个事儿啊，你就别管了，彪哥，我掂量着买。你呢，赶紧把那立柜修修啊！我这就去啊！不是，那个对象的事得抓紧。你放心吧，我马上打电话啊！真的，马上回来。哥指你了啊！哎呀，不能白吃人家的，就拿厨房的，厨房得拿的，整这大房干哈玩意？你说，这是厨房啊？把立柜给你收拾了。这哪儿？这是屋是啥的？小伟哥。咋这门那大厂撕开的干啥呢？这是小伟哥，我来取电脑来了。这咋人呢？什么情况啊？没有人我直接拿了啊。这电脑一天不知道给他修多少回，这老坏。这哪儿坏了？你们大白天有小偷的，这不教训你一下，你还真不知咋回事呢。你这电脑哪儿坏了？你说。耶、yeah! 啊！啊！别动！别动！咱们这样，咱俩把东西放下。这咋放？我擦一二三，一起放，行不行？行、那个。你慢点放。你放。别着火。你一，二，三。哎。别动！你给我立正，上去，向我这样看。老妹儿，我完全可以配合你。这家的情况我特别了解。最值钱的，我老弟说了，就这沙发，8万块钱。你要相中呢，你就抬走；你要抬不走呢，我就扒一扒手。哎，情况就是这情况。不是，你看说什么？这是你表弟家。嗯啊。你表弟叫啥？我表弟叫张小伟，我想起来了。好像对了。哎，你姓程吧？对。哈哈哈哈哈！你把手撂下。不是，你先把枪撂下，我再把手放下呀。不是你怕啥呀？这是玩具枪，我给我姐家孩子买的，真的。你看，哎，别动，哎，不是假的，瞅你把你吓那样。你是干啥的？我是小伟哥家的邻居，他让我来取电脑，他电脑坏了。你是他邻居？啊，他让你来的吗？对，就刚才给我打的电话。就刚才。啊。对象来了。第一次见面，你说整这么尴尬，好吗？你说，是不好意思啊。坐着待着。啊，我不坐了，我把电脑拿着，我就走了。电脑你拿走啊？啊，这不是修电脑吗？修啥电脑？我跟你说，修电脑就是借口。啥玩意儿？借口？嗯。哎呀，你这一说，我怎么好像有点反应过来，好像真是借口呢？哪有一个星期让我修8回电脑的呀？你看看。这回你看着我以后再也不会修电脑了。啊，那坐着啊。啊，一二三，坐。这小伟跟你介绍过我哈？这小伟哥经常说你。是吗？说农村有一个大橙子，他表哥，他人品老差了。不是，他说你那脑袋老大了。智慧，对，脑大，对，小伟这他不太了解我，这个你都知道我了，我就得了解你，你叫啥名儿？啊，那个都管我叫鸭蛋，你也管我叫鸭蛋就行。鸭蛋呢？鸭蛋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，我外号叫卤蛋。啥？啥玩意儿？卤蛋？叫卤蛋？嗯。哎呀，这名起的，这俩别说还挺像，挺有意思。这大爷，这俩这太幽默了。哎，你给我叫啥呀？大爷。你给小伟叫什么呀？叫哥。
你给他叫哥，他给我叫哥，你要冲他那论，你也得给我叫哥呀，怎么能叫做大爷呢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不好意思啊，那个我从小伟哥那论，也怪你叫哥。没事，暂时先真论呢，慢慢再改口。这个你多大岁数了？这咋的咋的？那耳朵不好使啊？啊不，就问你多大岁数？啊，不好意思说呀。没事儿，你跟哥俩还有啥不好意思？这玩意儿瞒不住，这玩意儿。没有没有，不是那意思，就28。28。哎呀，28没搞对象，那你属于大龄剩女了。爹妈不着急吗？哎呀，咋不着急呢？天天催我。哎呀，都着急，我也着急呀。这个，我想知道你这个搞对象你有什么要求没有啊？哎呀，我有啥要求啊？小伟哥，我知道他意思，我听他的。你听他干啥呀？那得听自个儿的，看着啥就说啥，哪个不足咱好弥补。自个儿大小咋说，别听他的。我直接跟你说就行。对，我没啥要求，我就想问一问什么学历呀？那你还是问点别的吧。不是，我想知道这城里搞对象学历卡这么死吗？哎，不是那意思，我就随便问问，就随便的，不在乎是吧？啊，随便问。你要随便问，我就随便说说。我们家农村的，啊，农村条件不好，就我就念4年书。啊，那小伟哥呢？他更晚了，他就念2年。没事，我得给他老补课，那个补出个老板来。我觉得学历呢，对婚姻来说它不重要，最重要是能力。结完婚以后呢，看有没有实力把这家撑起来。那学历高，我们村王大刚学历高，在家吃狗粮的，啥用呢嘛？是是是，也对。嗯，那有没有啥恋爱经历呀、啊？哎呀，没正经处过对象。啥？不是正经没处过对象呢还、哦？你这说给我整不是好人了？你、嗯、这个我问问你呗。你问吧。你同意不？啊，我同意啊。同意不就完了吗？同意就往结婚上聊，结完婚以后啊，我觉得还得回农村生活。农村现在条件好，山清水秀，房子700多平，吃的全是绿色食品呢。哎呀，是农村是好，但我这工作都在城里，我也不能回农村呢。哎呀，那尊重你意见是不？那你不回农村，我这房子，我觉得这个环境怎么样啊？就结婚的啥的？这儿啊？嗯、啊。哎，这儿那太好了，定下来，就搁这儿了。鸭蛋，我没成想你们城里人办事真是有效率，我跟你说，鸭蛋，你这是奥利给，我瞧那威给呀。小哥，你说啥玩意儿呢？就是爽快。老铁，不然那个，老妹儿，这样啊，我这个幸福来太突然了。这个幸福来太突然的，我觉得还是有点瑕疵。有人跟你表白过没有？就表白啥的？那倒没有。哥跟你表白一下子。哎呀妈呀，表哥这不合适吧？有啥不合适的？你就当彩排，将来你结婚那天你要整个措手不及，你多尴尬呀！哎，也对，彩排行，彩排是不是？啊，那你咋表白呀？哥呢，从小没怎么上过书，是上过学，就是呢，比较爱好音乐。用一首歌曲跟你表白行吗？哎呀，太好了，我就愿意听歌。那我就用当今最最流行的一首歌跟你表白。好。村里有个姑娘，那叫小芳，长得好看的又善良，一双那美丽的大眼睛，辫子粗又长。谢谢你。哎，小哥，哎呀呀，哎呀，你吵着吵完腿给我崴一下子。哎呀，没事吧？喊啥呀？呀，鸭蛋你来了啊！小伟哥，表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。不用介绍了，已经很熟了。嗯、我听表哥唱歌呢。是我表哥呀、啊，歌唱的好，那个。鸭蛋呢还爱好音乐，你唱吧。我唱歌你在这好吗？咋不好啊？那个我挺长时间没听你唱歌了，你跟我俩唱来。那个小伟，我想吃鲍鱼。不是表哥，你没说要吃鲍鱼啊？那你也没说个加来茄呀、啊？
给我整点鲍鱼去。哎，是，我不吃了，我就听会歌就行。你听着吧，人家要听歌，你买鲍鱼去。啊，男吃虾，女吃鲍，这玩意挺好的。那行行，那你听，表哥你唱啊，抓紧。行，我马上回来。行，你快点回来啊。好嘞，好嘞，哎。你看我，刚才我这样发挥一下舞姿，让他给我挖一下子，我就别连歌带伴舞的了啊！我换一种方法跟你唱吧。哎呀，还能换一种方法呀？就是多展示一下子呗。行。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。哎呀，美声等等。长得好看又善良。哇，看得好、啊。一双那美丽的大眼睛。辫子粗又长，谢谢你。别忘，这儿了，鲍鱼买回来了。咋能这么快呢？楼下呀就是海鲜超市，那可全了，到那就买。秀爷，我要吃水豆腐。吃谁豆腐？吃你豆腐。水，喝乌鱼水，水豆腐。这样，表哥。你还想吃啥？你一起说，完我一起买回来。行、啊。你这样，你上超市看一眼，没有卖啥的，你买点啥。那超市里啥都有。啥都有，你这样海鲜豆腐都有了，买酒了吗？好，回来啊！哎，好。这是。杨兰啊。啊。我觉得超市离咱太近了，搁头唱是时间来不及的，我直接搁谢谢来。啊、哦，行，谢谢你给我的酒买回来了。哎呀，对呀、啊，就在隔壁。哎，咋？哎呀，看不出个眉眼高低。我告诉你，我要结婚了。啊？房子能借我一下子吗？不是，这房子借你，那肯定。那肯定没事儿，但是你和谁结婚呢？他非常般配，而且非常尊重我，非常欣赏我。这事儿定下来了，要结婚，你看咋办吧？彪哥，他同意了，板上钉钉的事儿。丫头，哎，你同意结婚了？啊，我同意了。你啥意思啊？我咋的了？这么长时间我对你啥样你不知道吗？啊，我对你这样你没有感觉吗？我为什么把新买的电脑弄坏了让你来修？那不就让你咱俩都有见面的时候吗？见面的时机吗？不怎么你能答应跟他结婚呢？我答应跟谁结婚呢？你不是要跟我表哥结婚吗？啊！我啥时候答应跟他结婚了？我说我跟你结婚。哎呀！哎呀！表哥，你听明白没？他是不是说要跟我结婚？好像是那个话呢。哎呦我的妈！不是，这鸭蛋不是你给我介绍的吗？怎么跟你结婚呢？啥给你介绍的？他是我对象，我喜欢他很长时间了。不管怎么说，表哥，今天我谢谢你，表哥。白痴！我这个叭叭叭叭给人表白呢，原来是自个弟妹啊！龙翔呢？这儿了。干啥呀？回家。回家干啥呀？回家有个交代，上城里兑现命。